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喂 ，Excuse me， 衣服给我穿一下，衣服给我穿一下，衣服给我穿一下。我是野马，我是傻逼。Mr. 哥，衣服给我穿一下 ，Mr. 哥。我是野马，我是傻逼。Mr. 哥，衣服啊。各位兄弟们，随意发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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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烦死了，衣服都不给我穿一下。我是野马，我是傻逼。到这边吗？我上次随意发。天哪，我炸黄点了，人家断层打的老明白了。人呢？人呢？前方有危险。来撞我脸上！红砖老顶！我操！我他妈脸上两个。红砖老顶干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操！屁股红砖老顶有一个。是啊。他妈随意发挥啊！我操！我俩两个过来直接抓，快点！去把屁股的人抓了呀，我们过不来，被卡住了。那我们去，我在这溜着吧。兄弟，这个抓了，来呀！你们去抓，你们去抓，我在溜着。走啊！接他！桥下有个，我桥下有一个，一楼有个，第三个来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操！你怎么都嗝了？这边满两个，外面剩下两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拉哪药了？就一个人压你。我玩你奶！三点的房子搬，来最中间那个大房搬，北站。最中间的大。快把北站骗过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快点哄你过来，过来，别多笑，来一个，帮我把这北站搬了。你高飘呢，我的。前方有危险！我操，真没狙到！不是，到底哪一位是他们的？我不信，开枪！我操，我都不信老是他们的。他们不会打外面的。那这大盘鸡是谁啊？但是哪边是他们的？大成。这 M4 是他们。这 M4 搁哪呢？南标，南姐。等我冲晚上了。反正就一个是吧？现在他肯定叫兄弟了。那我中间就费车摸了。你们摸，我这边不好过了。警察局跳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。到左边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，我好烦。
他们在这儿。前方有危险。能不能给咱们四家楼？我就看到一个没漏了，中间。前方有危险。为啥没人啊？前方有危险。啊，外面看到一个人，不是他们的。不要打。前方有危险。过来过来，跟我一样。我先走。我第几下去这个？哪个倒了？你们俩倒了，往右边，快压呀！有危险，把那个逼压了，他救人。罗一涛过来跟。站进两人房子救。我操，他妈药没打上，帮我打个药，别急，七秒、六秒、五秒。罗大，你刚才抓脸上那个，倒红点的。没有。然后就倒这了，我想被倒这了。你们是在小缝里打我？看到。还有人在哪？就锁了两个人位置，现在。你们小心点，小心进点房子，六人先排进点房子。能帮补烟吗？我感觉过不来，帮你们两个。我没烟。前方有危险。还有两个在哪？哎，我进来找货。来到，来来，等我这动。前方有危险。哦，终于过不来，我好烦。隔壁。咋说，帮不了你啊？你退出来，他了。你能不能先去救猫？那边。警局打，警局倒了。警局倒了。哪有人？脚不伸多，赶紧抢。还有在哪？他妈，这外面真是他呀！我操。打前段。打前段。啊！别！大仓不要，大仓不要，蓝龙红战。我知道，我就标一下。我去蓝楼了。他们圆盘好像要摸人啊！没有管他呢，我跳不到，我只能跳红砖了。他要肉，哥们。红砖，别给他肉，你们要肉吗？我跳蓝楼楼顶。没事，你们肉吧。你拿那个枪。南楼一楼两个。别急猫，等我。在外围。我拿个雷。右手边，进去了。这边有个炸枪的，小心放手。我操！我这被他，为什么我这打不过啊？烦死我了。